Your little hands wrapped around my finger, and it's so quiet in the world tonight. Your little eyelids flutter 'cause you're dreaming, so I tuck you in, turn on your favorite nightlight. To you, everything's funny. You got nothing to regret. I'd give all I have, honey, if you could stay like that. Oh, darling, don't you ever grow up. Don't you ever grow up. Just stay this little. Oh, darling, don't you ever grow up. Don't you ever grow up. It could stay this simple.轻狂之间，言辞情人之外，在我尘封的回忆中，你所说的话却依然动容。美丽男孩的脸，编织和平与爱的梦，请让我 be like you when you give me all I like， 是否能让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知道你爱我。虽然你总装哭不说，却藏在每个小动作。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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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I try to picture the girl through a 3个月了，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啊，我知道，就是一定会有不开心的，或者是一些开心的事情，但是成败就看未来这一个礼拜，小孩子就要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保持我们热情，然后留下然后努力的，对，加油。反复也筹备这么久了，那背后的反复一向是北欧一年一度的大活动。那其实反复这个东西对北欧人有一个很大的意义。那其实我相信103现在在跑的过程中，一定觉得说就是这个活动可能就是还不知道它真正意义。但我觉得在你跑完这整个营队，然后再跟所有的组员一起相处七天之后，觉得你们会得到很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就是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那就是这七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拿出自己120分，然后去跑好这个活动。那我相信，在跑完之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些什么，然后可以感动说，我跑反复我很骄傲。对，所以倒数一个月，大家1个月下来辛苦，就是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也不会。这么多人的一个活动，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这几个月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然后帮我们办这样的一个营。再过不久就是要去了，那希望你们这几个月的努力，就是在那个礼拜里面都可以展现出来，然后表现给小朋友们看，然后得到最好的回应。相信大家就因为我自信嘛，没有隶属于。说的一个，对，然后都看到他每个骨骼从活动、每个生活气氛等等的努力，对，然后相信一个礼拜之后你们一定会做得很好，加油！享受每日每夜每干的反复吧，加油！加油！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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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交工人费！神经病哦，这时候工人费已经交完了。好，大家好，我是纸币，纸币耶。我是可爱的小峰，好，是非常气质型。相信啊，大家就是反复营进营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辛苦。相信大家看到了，有一些好好成果，希望大家都很开心。对啊，大家辛苦练了那么久啊，那我相信你们之后呢会有很好的表现哦。对啊，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你们的，加油喽！对啊，而且我们荣荣的执迷，虽然就是希望能够在营期间这样的陪伴大家。希望能够去各国好好的探班。对啊，对啊，对啊。原来我们常会去探班。对，那就大家加油，加油，弟弟。好，就是从一开始甄选到现在啊，当初选人之后，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正当，因为100多个人嘛，然后要选10。其实选到你们真的是万中选一，对对对，看到你们这样一路成长下，真的觉得你们进步了很多，然后那就举例吗？要举例吗？举例什么？比如说安心好，举例一下，好好，就是一眼 RPG 的来人啊，那个阿达阿怀，就是完全开启了那个。小白木的戏，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还有很多大家都是，对啊，就其实当初有时候一开始可能会担心某些人可能比较放不开，然后后来看你们这样，我觉得默默的替你们，然后之后又经历过营业，还有总业，还有大大小小的。不管是修改企划，还是改剧本，或是一大堆，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你们真的很努力，对吧、啊？然后，就是之后啊，从昨天之后，然后大家就修嘛，然后每个人都跟度一样很崩溃，然后。
但是你们都撑过来了，然后期末考也是炸的炸，然后惨的惨，荡的荡，就是很替你们感到那个心疼。然后后来，尤其是后来，就是很多人都感冒，然后就一连串一直感冒，一直感冒，一直感冒，就变过嗨，全部都感冒。对，然后就很担心你们了、啊，然后可是看你们一路就是活到现在，不是啊，就是也都练习很辛苦啊，然后大家也都很努力，就是接下来这几天就要看见小孩子，不是小水手，是小水手，对，小水手，就是、然后就加油，就接下来这段日子，就是接下来到正式迎新的时候。就是小仙子，然后我们要去，就是看到小水手的话，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不是？对，没错没错。就是对，就是发挥我们的活动本能。对，然后看到什么事就演，就演，给他演，对。就尽情的演，因为就是就这一次，就是真的，你们只剩下几天可以当小仙子，你们知道吗？你们快没时间当小仙子了。对，然后之后可能就要从风筝国度又回到。回到师大，然后又要开始新的一个学期。对，你们就不再是小仙子，你们只剩这几天，你们要好好的努力。真的，你还有话吗？没有话要总结。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眼里，在我们的心目中，你们小仙子都是最胖的，最胖最胖。